世界聚焦于你，谁说盖伦不能砍爆 S 赛？亚当黑白神王闻名于世界，各解说沸腾，这才叫上单之魂，这才是男人的浪漫。卡莎还在外面，我觉得对 BDS 来说，他们紫色方最好是帮卡莎，帮卡莎就行，别帮什么妮可什么这种，听我的，相信我，真心换真心，我不会骗你们，你们都是我兄弟，好吧？卡莎，紫色的，三二一，卡莎，漂亮，这样卡莎在外面，洛也在外面。说卡莎 PS 界直接一抢卡莎，不用想，今天谁拿卡莎谁赢，你还需要考虑吗，兄弟？你搬了两个 AD。对面放了卡莎出来，你一楼不拿你要干嘛？武力是不可能，卡莎真要选。对，有了，有画面了，亚菲利欧该出来了吧，老哥。哦，你说该回归初中了。对啊，亚菲利欧就是我自己觉得在中野不输的情况下，亚菲利欧打凯莎就很舒服啊，舒舒服服。哇，但没英雄选来了，直接化身小斗狗，犹豫不决，直接亚飞。记了呀，这个飞流是怎么输出啊？不是，右边是卡莎加泰坦。那这把 BDS 是要铁了心给阿旦姆 counter Ray 了。哎呦，贾克斯，你敢选贾克斯，老子阿旦姆就敢选盖伦。话给你放这里，喜欢玩贾克斯，等老子来赚你。这神王感觉真要出来了呀？怎么说，诺手吧，两个神王挑一个吧。白色神王还是黑色神王？有感觉了，这把诺手了，兄弟们，要开了，要开砍了。盖伦哥，要不要玩盖伦？倒数五秒钟，人在塔在，准备秒选，直接给老子秒选！而且还有一手老盖，他有一手老盖 counter 贾克斯呢。哦，你说现在这时间点，老盖该来了。不知道，不知道他敢不敢选啊？他这里，我感觉他什么都敢了。A 的没有不敢的，他就没有不敢的。力宏敢，他敢。德玛西亚。在笑，真要玩，真要玩，在笑，我操，真要玩，来了吧，来伦哥，真的来了，哎呦，你就秒选嘛，你秒选完，对面嘴巴都要张大，你想了这么半天才选，有什么自信啊？得劲，上个厕所欣赏一下他的盖伦，不留遗憾了呀，盖伦，那就看阿智的贾克斯掌握度到底多高了啦，说实话啦，我记得。不好打，真的不好打，贾克斯真的不好打。盖伦直播间又不玩上单的，他们不懂。一 v 一的话，贾克斯前面能小压盖伦，小树要是能帮盖伦抓一波就好打了，就杀猪了。你有看过那个精英盖伦的连招吗？Q Flash 啊，最强的，你就算是什么Faker、丘比、宙斯，你在他面前都得倒下。我他，你能打闪吗？好像是可以杀呀，嘉欣，什么意思啊？这闪交太晚了，确实交晚了。剧情是让奥追三吗？喜欢不拿卡莎，晚了。这就是绝活，为什么绝活哥要 ban？ 为什么？因为很难打、啊。你平常团练没什么人在玩艾尔文啊，你没有资讯可以参考。就跟这个盖伦为什么那么猛啊？因为你的对手根本不会选什么盖伦啊。欸、他还拉线，很过分。他状态是优的，没办法，他老盖伦啊，就是在这里。时间六等一道，时间六等一道，我就是一套，哎呦，大剑插下来，一套精英连招送你回温泉。哎，武器这个位置，放了眼，错，泰坦勾有沉默吗？德玛西亚，死了吗？这个不会吧？有闪，哇，盖伦哥转，啊，让爱追三了。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感觉想笑，直接转死，魔力转圈圈，直接转死了，爆的，完蛋，这盖伦要起飞了呀，这拿个头，武器还是交了踢过来死了，真让二水三了，这盖伦攻速写出来玩不了呢，这必须得叫打野呢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拯救这条线了，这单挑的情况下，哎呦，想吃爆破，转。想追吗？真的假的？想单身吗？真的假的？亏了好多兵呀、啊！这波盖伦塔下一波多的线全被塔吃了，红了红了。塔下 W 没锁到，第一时间飞不过去，但泰坦第二时间可以到，
蛇女先交贴，泰坦直接给大招，挂到亚飞身上，给个腹地走不了，还要再吃口牛肉。感觉右边现在攻势如潮，大树支援个大招能救下来吗？有 TP， 中单 Maple 的 TP， 杰斯踢下来了，哎，杰斯由于拉满，啊！这不，他们有点蠢，踢下来的杰斯，感觉他们杀杰斯有机会杀呀。那这一波至少不会是这么的亏啊，赚了，哦，赚了吗？赚了，劣势啊，刚刚超级劣势呢。但小龙还是 BDS 这边的，被单杀了吗？真的假的？被单 ，Demacia 大招，我第十二，哇嘿嘿！Demacia， 这就是精英盖伦的连招，学会了吗？直接一波 combo， 人人都是精英，我学会了，大家一起来玩盖伦帮，大家一起加入盖伦帮，嗨。从今天让你跟我玩盖伦，我们就是朋友，我们就是好朋友，没错，这就是盖伦，你被他这样杀完你还会笑，还要骂一句 SB 英雄，杀了盖伦启动，盖伦启动，我是盖伦玩家，盖伦玩家，我这个大剑插下去你会消失，嗯，然后这个贾克斯玩家啊，收工啊，收工，溜了溜了，盖伦听回来了，全回来了，明年解说杯就他了，真可以，神王的魅力，白色神王爽完了，下把再来把黑色神王直接追三，不敢想，阿旦姆开起跑，先挺进减速，外圈 QE 刮到那死了呀，哎呦，干净，神王的自信头也不回，帅兄弟，盖伦哥，easy， 又想对阿兹动手，哎，闪现过来，极不讲道理，这个精英连招，精英连招，再送走一个茂凯，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吗？感觉看完这把我也会嘞。德玛西亚，开一，德玛西亚，开转，开转，哈哈，弹幕，太 crazy 了，这个英雄，去你家人傻了，什么英雄？妹子，这个兄弟太猛了，德玛西亚就是这么，就是这么阳刚，你知道我们德玛西亚人就是这么朴实无华，没错，冲进去给你一套，没道理，打完我也去玩盖伦了，这伤害没道理。这个伤害算的太准了吧，他这个输出算的真的很准，谁说没有点燃不能打团，我就要打团，我就要打，妈呀，我每次第一个冲的，我在兄弟们，哎呦，等会儿泰坦要被秒了，泰坦死之前能不能把技能全用了，都用掉，盖伦要进场了，先进去斩一只杰西，再挺进减速两头猪，白色神王的魅力 PS 就要溃败了，融合技来了，篮球扔到直接灌篮上来，哎，要被单杀了，也要单吃，已经气势如虹了，我操，真要让二对三的操了，哎，他这艾翁加盖伦好像真有点套路啊，艾翁给盖伦加了好多机动性，把盖伦变成亚瑟了，那艾翁只要 Q 到盖伦，直接右键点上去飞上去，和亚瑟有什么区别呢？Q 到盖伦飞过去，这不就亚瑟吗？差不多这个距离就能飞了。然后第二个 Q， 阿普又上来了。不是，真有 combo， 他这个。喂，被草丛蹲到了，兄弟，拜拜。德玛西亚，操了，不想玩了。而来到下半边开转点燃下去，我们可以一起准备来大喊，哎，德玛西亚这走进去就是死，哎，草丛这讲了好像十年了，以前有没有动画，哇啦，草丛三兄弟直接拉拉拉拉德玛西亚，那我很爱看，那时候很爱看，这不得了了，那时候我才高中生，哎呀，十年前超级经典，很好看，德玛西亚最近，另外一边 PSG， 另外一边呢来了科技的代表，来自了杰西，这最新的动画，但接线最新的动画要倒了 ，Maple 消失了，紧随在后的打野俊佳也倒了，瓦口也拜拜，进化早解了一点，提速，而贝洛斯再说出武器过来了，零杠三的武器，英雄登场，人头给到牛驼，
这个蓝 buff 跟少吉都在打他，卧槽，哪个是少吉哪个是蓝 buff 啊？到底哪个是少吉哪个是蓝？为什么有两个都在打我？烦死了。稍微做拉扯，但其实 BDS 在等人，等马西亚要到了，制裁者要来了，不得已只能开战。过来，哎呦，触发默认了，不好意思，触发默认，闪现过来想杀我，触发默认，我还有金花，所以为什么不选卡莎呢？2-2，狙，玩不了，这一点点都玩不了了，感觉就 BP， 我不知道什么上一把。为什么这两把 BP 问题那么大啊？这把打完卡莎4把100%胜率，在哪边哪边赢，还觉得这个英雄不行吗？盖伦，哦，还被这根眼看到了，看到了贾克斯，这也很细节。有两个人，但盖伦好像不怕这两个人哦，不怕一打二，他不怕，哦，我感觉他这装备是可以一打二的。闪现往前开转物理破坏者，但被杰西给吹走，贾克斯狙转，但他完全不会动，斩，这么死啊！再来呀，再来，还有谁？还有两个人打不过就四个人。杰斯怕了，杰斯不敢触他，跟上点来，终于要杀掉了吗？是啊，这血量终于换掉了，那家里爆了，家里什么都没了，家里 BBQ 啦，家有什么用啊？血 UZI 是吧？家有什么用啊？后面的 TP 赶了回来，但人员也可能要死，牛真的是 Q 了一个黛西，就直接死去，并且准备来结束这场比赛了。PSG 这个锤神又 Q 到人了，这锤神 Q 技的命中率怎么那么高啊？感觉现在是波到谁就杀谁，卡莎飞过去 RW 可以杀的，可以杀的，可以杀的，飞吧兄弟 ，Big Fly， 24分钟把对面家拆掉了，完美漂亮，不拆吗？不拆吗？折磨自己是吧 ？PSG 还是别守了吧，别守了吧，别推吧也可以。PSG 之前喜欢不拆别人的家是吧？就是这个对吧？是不是？他们喜欢不拆别人的家，折磨别人刷数据，你们这次也被别人刷行不行啊？报应来的就这么快。哎呦，好稳 ，BDS 好稳，这都要撤退一下。好像也没问题嘛，他这样子撤了 PSG 好难受啊， PSG 球右边把家给他推了，他真球对面把他家推了，这波走了好难受啊，右边已经领先10000加龙魂了，但是 BDS 还是不折磨了，他们想折磨想恶心人的话，其实他们可以直接去上楼推逃，他们就想一波 DS 这一波要结束比赛咯，有龙魂的盖伦在往前走是没压力的，盖伦要冲了，盖伦要冲了 ，The Marcia， 三星盖伦英雄登场，二闪大大走，触闪想杀就卡莎有中亚，你怎么杀呢？厄斐罗斯打人完全不掉血，厄斐罗斯打的是个辅助，打辅助都不掉血，怎么杀呢？兄弟零换无了，月旋，月旋。这里 BDS 甚至可以大喊一声 The Marcia， 要来结束这场比赛了，真月旋了，我操！给他们玩出感觉来了，直接往别人泉水里冲啊！都GG，让奥追奥了已经，我直接武器，来个盖伦打一打。BDS 真的做到了，他们让二追三了，好疯狂啊！到底什么情况 ？SG 喜欢装，喜欢不尊重别人，喜欢不尊重卡莎，掏了把女警试试水，有卡莎也不选。直接玩脱了 PSG 这个 ADC 兄弟可以 P 图往个女警的头，我会带你进瑞士人，因为本来第三把要3-0的，本来不玩女警都3-0的，他还笑着选个女警， PSG 早选卡莎早3-0了，还在这被追，还在这被表演，别人都明牌跟你打的，就只会那些东西，赢了也不选，放给你你也不选，你怎么玩呢？喜欢玩个亚飞，这让二追三，这让二追三太爽了，直接整个队感觉要蜕变了呀！哇，这种太爽了，感觉。PSG 压力好大 ，PSG 这个回去要游泳了，这不是要游泳了吗？小泡游泳了。他们这赛区早他妈改了个取消了，直接拿个第一号种子不是恶心人吗？每天在那儿，菜。这绝对是 S13最精彩的一场入围赛，亚当这首黑白神王。直接把入围赛决赛气氛推向了高潮，已经开始期待亚当大战宙斯、369、兵哥、筛哥的场面了。最后各视角的激情解说，兄弟们喜欢这种剪辑方式，三连支持一波呀！